心聆听新的声音，有个声音牵着我的心，寻找所谓爱情的真理，给我多点线索，可不可以？等你的讯息，猜测你不接电话的原因，折磨我的心。在台式椅线上的你，是否看着和我一样风景？常常深不见底，越是模糊越让人着迷。在台式椅线上的你，是否看着和我一样风景？若在出口处遇到你，是想看清楚你，还是忘了你才行？越是模糊越让人着迷，在台上